期间他没什么太多的事儿，约了一下，说要去收书或者要扔了也怪可惜的。然后看了这些图书啊，就是变废为宝，想体验一下生活。今天卖书的了不少啊，连玩具卖了200来块钱吧。他们几个一共拿了40多本吧，能剩一半吧，啊，都在从1点半一直到了4点半5点。他们今天体验了一天，很兴奋。